好，一、二，你继续啊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我们要分享三个游戏给大家。好，我们舒朗厂房，我们要上半身脂肪写字。嗨，欢迎大家来到依依不舍，我是依依，我是今天的来宾黑男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过年快要到了嘛，我们要分享三个游戏给大家，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跟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有家长玩这样子。聚会也可以。对，然后它这是三个国家的游戏，分别呢有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玩，黑男要教学。因为之前很常在办联谊嘛，联谊活动的时候会拿出来玩，蛮有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先把酒倒进去，来，酒，这样子。假设啦，假设就是这一杯。假设它是 whiskey 啊。我们美国呢，我们就会把牌叠在上面，好，就开始吹它。我先吹 roll， OK， 花你吹，你越吹越近，你可以再近一点，那我就输了，因为我剩一张，哇，没了。那我们今天暂时来玩一次，聚会上面很多人嘛，我们就会一整点的扑克牌上去。那像依刚才也是超级高招的，他吹到就剩一张了，这样表示他下一家肯定就是要喝的。对，那肯定的。剪个头部。怎么这样？检测一下，你输了。好，我们舒朗厂房，我们要上半身脂肪写字，那观众可以查来看他在写什么字，两个字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日本和韩国，你选择韩国。韩国好，那韩国呢？这个游戏非常适合联谊活动嘛，联谊活动，联谊活动。那我们手就是公，所以我要跪这样子，手就是公。我们这样每上去其实就是一层公寓，你要一直盖上来。那我们先猜拳，我们先猜拳，好，43层，好，我们就开始来，好，一、二，你继续，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八九，十四十三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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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要开始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，我赢了。三三。三三，来啊、哦！好，一二三。好，再见。英文也可以吗？英文也可以啊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大家应该猜得到，猜得到的，我们在下面跟大家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开始了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，第四个字。好了，聪明的你们猜得出来吗？太简单了，这是一个人名。好，提示完毕，我们。日本，日本人这个东西其实比较有仪式感。八加二，我们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不少骂人。我们要排成菊花的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拿一朵菊花，随便盖在一个杯子里面，知道吗？那书里放啊。好好，那我们都不要看。好。我们都不能动，我们只能拿而已。拿走。
你是拿这一颗，你那一个就不用喝，因为它没有。哦。然后这样子就是一杯。好，换我。啊，跟头像，跟头像。哇，两杯了。三杯，然后再开。嗯。开到的那一个人就要喝四杯。哦，好，刚示范了，你现在重来了。好好，那我们开始了，我们正式玩吧。好，好，那时候不，哇，要累积一杯咯，换我，啊，两杯，我这蓝色的，啊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那你这样要喝五杯，好不好？当然，你在玩的时候不要那么狠啊，因为五杯一般人能喝，他下一局就不能玩。一般玩这个的杯子会就这么小，我们就五下五下。好，今天的游戏都到这边了。那我们今天分别示范了美国、韩国跟日本的三个游戏，大家喝酒、聚餐、过年、聚会、约会，约会不要吵架，吵架。对，多人的时候玩这个游戏。那个公寓的，你还可以跟。女生有这一种互动，啊，一群人这样子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是依依，我是黑男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